哦，来啦，是天地二三，那我们继续玩《魔界战争之翼》。I've had enough of your mouth, Bruce. So now I'm gonna kill you for all these orcs to see. Always said you were an optimist. Know what that is, mate? It's about sizing up a situation that's bloody impossible and saying, yeah, all right, I'll have a go. I'm exactly the same way.靠！倒不堪一击哦。I like him。那他要我招募这一只就对了，那个光明之主啊。我先戳他、哦。Shit！ Skewer me. Nah, that little sword's good for a tickle, maybe. But you're gonna need more than that to take me down.实在是太多只了。空格招募他。You serve the bright lord now.Bright Lord, Dark Lord, same thing really. End result's me ripping spines out, which I like to do anyway, so either way's a win. A fine addition to our army. Name's Bruce. From here on out, I will be your shadow. No one gets to you without my say-so. Don't worry about my enemies. They will all follow eventually. You want to plant your flag in Mordor, you'll need to do it deep. There's a fortress nearby.They say it's ruled by a two-headed troll big as a mountain. Deadly smart. Which, well, I guess he'd have to be given the two heads. You take him down, you'll send a message to Sauron and get yourself some nice new digs as part of the bargain. I'm not going to do this alone. Gather your troops. Will do. Ooh, just make sure you let me pop his heads off, won't ya?占领洛赫恩的堡垒哦，我们要占领他的堡垒就对了。一直杀死他的大王的酋长，可以降低他们的防御能力就对了。进攻方哦，原来哦，等级47哦，他们总共等级120，所以要么就削弱他就对了，这样开战比较好开战就对了。哇，哦这样升级哦，哦有点贵，700块。工程支援兵，然后季军，700块，哎、欸，真的很贵。我原本还想把那10000块拿去买东西的。我现在只能招两只，不能招到全满就对了。还有等级限制。好，哇，原本这一只我也想招募的，可是那时候他遇到我的时候，我怎么砍都不行。我们去多开发几只好了，如果可以的话，这两只是好像是不能招募的样子，对啊，只能把他们引出来打而已。要我讲的话，跟上一代支配起来，这一代支配怎么好像酋长好像蛮正常的，之前支配完他都不讲话的。然后我们选一个在附近的，好吧，我要再去多支配几个队长啊。他们两个在打架嘛，这是我刚刚找到的嘛。如果这一只比他还壮，我就选右边那一只。
Sam! Got him in my sight! Oh no! How will I ever get away? 好吧，我觉得我还是招募一个弓箭手。先看他们追好了，先不要急着打。哦靠！因为他设埋伏。我见证了，我觉得那个弓箭手好像不是很有力，他的人慢慢死。偷偷的插哦。欸，被发现了。I'll have to kill you first. 耶、yeah, ，我几等？他说我不能招比我高等的啊！完蛋了，这两个好像都不能招哎、欸，打打看好了。我靠，他这个太扯了！ Oh, I was hoping he'd catch me actually, but you'll do. I just love the thrill of the chase and the mayhem afterward. 我都尽量招募这种嘴炮很强的。打斗由我来打就好啊，你是跑到哪去了？欸，闪避很高欸，这个净空，我很少看到拿弓箭来净空的、欸、shit， 算了，先让你们打好了。 We will meet again when the time is right。 你血那么多你要跑为什么？没有没有，我不会让你跑的。等一下，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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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配，可以支配。可以招募吗？按加三还可以羞辱他，降低他的等级。战斗致死倒不用了，羞辱他降三等好了。我要嘴炮的。欸，他不是十九等吗？降太多了吧，降到四。全部都用防御的就好了，你看，全部都用防御用处决的，我就不用打了，你知道吗？对啊，然后那一只弄好之后是怎样跑哪去了？欸，啊，你找别人单挑，就是刚那个单挑，你又找别人单挑啊？我刚刚那一只我不见，对对，所以现在我要找他，他就在我附近呢。但他挂了，不会吧？我不是。A feast is being held. The stench of grog is on the air.你才刚被羞辱而已，你就去庆祝我？看到你，我看好像很强欸，可是我没办法弄。这边有三只蛮多的，对吧、啊？三个骷髅，那我要找的是他。
还可以再羞辱。哦，我以为是降三等哦，他只是说降等，然后按三，不是降三等的意思。留下会有战斗。非常好，因为这边还有个十九等的，顺便打一打。哎，你紫色的。Good hard look at this hawk's face. It'll be the last thing you see. 传奇哦！很好，都来了。太精灵狂怒。呀，你快挂哎！怎么回事？不仅打到自己了。哇，我那个刚招募的又快死掉了，不帮他不行。啊，线，我们陷入苦战了。那我觉得，哦，那个拿电盾的很强哎，为什么他二十等，怎么越来越高了？对啊，到底是谁在那边炸来炸去？好像不是我。对啊，然后他们好像也会炸到自己人的样子。哎，这是你死掉了吧？太阳神斧，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看一下好了。他们很麻烦，就是说他们不会爬上来，在第一关的时候他们会爬上来，在这一关他们不会爬上来。让他们爬上来，我可以一个一个单挑，但是办不到。啊！干这家！哦，就是这个，好像爆炸！干，这是谁放的？是吧？这很麻烦，第一次遇到这种的，就是他适应了进空啊，然后精灵王的那个砸也没用，我靠，那真的超难打，然后剑石对他也没意义，只好这样了、啊，引一些狼过来，引一些狗过来烤他，刺杀应该还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可以嘛，对吧、啊？先让他咬一咬，他血太大了。因为我没办法得到，哎呦！但你怎么都来了 ？It took time and skill to butcher that. Here, let me show you how it's done. Oh God， 玩得很痛。怎么狗爬上来闹场的？等一下哦。哎、欸，插错人了，谢谢。这一只我支配了，好不好？啊靠！好，算了，不过算无所谓。You're not quite so fearsome in the flesh. Rotting, fetid flesh, I might add. 欸，这边打起来蛮辛苦的，我要招募，为了要招募一只，要搞那么久。屁啊，你弓箭手而已。
可以叫我那一只来打吗？那个很壮的那个。干！也好了，但是他也抢了我可以击杀他画面的那个，你知道吗？我原本想要处决画面的，好吧，被他弄掉就算了。干得好，小兵！哦，太阳神斧、哦，刚刚有捡到嘛，对不对？也 OK。Anyone so much as looks at these goods and I'll have their eyes for marbles. I know you are as eager as I am to start dividing up the loot, but do not forget to kill the guards first. You're done. Cover your ears.哦，这个很大只哎，可以考虑哦。可是他快死了。那这个弓箭手也太强了吧，可以把这大只打成这样。哎、欸，他挂！干！哎呦，我抓诅咒了！会怎样吗？我做诅咒就是他限制我出魔法就对了。不行，要好好处理啊！打脚。终于可以招募他了。之前有招募到那嘴炮了，可是他死掉了。十七等哦，因为我有我的戒指装备，那个招募后自动增加三等，而且他放那个好像那个蚊子的打人。真的都不用打，就这个盾牌的。我记得以前可以把盾牌打爆。哦，就是说，如果你要干掉什么队长，你可以叫他去干掉他，我就不用打那么麻烦了。原来是这样子哦，这边的队长都超难打的。然后他还可以说有训练指令哦，看一下他干嘛。只能限定一个吗？基本训练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史诗训练吗？啊，购买中啊 ，shit！ 对啊，到底花了什么东西？欸，我的钱怎么变4160？靠，我不是一万吗？哦，我猜刚刚应该升级的时候花在他那边花6000的 ，shit！ 真的不要随便乱按。So you're expanding already? Beauty.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do? Is make that bloke your bodyguard. Anyone looking to carve his way across Mordor needs a guard or two. I mean, I don't. I mean, obviously. If it ever got to the point where I needed a hand on the battlefield, I'd cut my own throat.
But you should have some added muscle. No shame in it. 那你是跑过来干嘛？哦，如果设定的保镖可以直接召唤出来就对了。好，那我知道了。迟钝重甲步兵哦，让他的部队有迟钝重甲步兵哦。那他的话，我个人觉得，好，这个好了，这个大支的资源升级，他们真的超贵了。他的技能好像是可以切的哦，好像对，你看启用，所以你不要全部点，你全部点他不是三个都可以用，因为我那时候玩我的技能解锁的时候，他是这样，你三个都可以点，但是你可以切换，你一次只能使用一个而已，这样等级就98了。My hardest shield brothers brought down low. Oh, you'll be avenged, lads. Didn't see that coming. Your head off! I survived ambushes before, Gravewalker.I'm about to survive a stand-up fight. No! That must have been. That belly press you palm me.你看哦，你看哦，这是龙的尸体嘛？干，我在网络上查，好像是说你打龙的那个东西会引诱龙过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我来研究一下哦，是要打掉吗？我看一下哦，打不掉。饲养员，哎，干，龙来了！太好了，先看你在那边乱炸哦。哦，终于又遇到龙了。哦，shit，是这样。我也好像只有弓箭才可以哦，召唤保镖。这我现在没有弓箭，让他打就好了。欸，你不要被烫死欸！全部兽人都防止在打那一只龙。欸，那一只龙很快就死了，可是先去找一些弓箭。哦，shit！不要被那个兽人捡到尾刀啊！哎！现在我不能支配了。敢挂？没有获得什么欸。I'm a tricky one too. Let me show you. It'll be fun, I promise. But I don't think you'll like how it ends for you. We'll meet again, you filth. Yeah.
道诅咒长这样哦。抱歉哦，我那时候我去一直招募去找那个，一直去招募新的兽人。那我发现说就是好像没办法解锁那任务，对吧？可能他要我等级再高一点吧。然后我们今天在那边做个 save point， 我们马上回来。